你是谁？我是劳工权益杨。你为什么要倒退走？因为民进党一例一休要再修法，就是让劳工权益大倒退啊。七休一要松绑，不就要让连续上十二天班？那这样子不就过劳吗？加班时数的上限从46小时变到54小时，不就更过劳吗？然后排班的间隔要缩短成8小时，不就又再一次的过劳？然后七天假又没有了。所以民进党劳工政策变，劳权倒退30年，大倒退啦！我是忍山，一字挺拔去，让财哥巴的为国民加报道，不赖鬼岛支持恢复七天假的中华儿女。